好，我是安然。最近我在某软件上刷到一首歌，特别特别的火，它叫《白月光与朱砂痣》。也从不在梦里飘摇，白月光在照耀你在想。那么大家心中的白月光都是怎么样的呢？没错，这一期我就是以白月光为灵感，要做一个百搭的适合穿 JK 制服的清纯学生妆面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正如大家所见，今天我终于记起来在妆前先把美瞳给戴上了，值得一夸。然后大家可以发现我的头发已经染成紫色了。之前的小美人鱼的视频里面跟大家说了，可能是最后一次红头发出镜了。按照时间线来说，确实是最后一次。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小美人鱼的视频会那么快的剪出来，后面发的那几期红头发的都是秃顶。因为这一期的妆面是白月光的主题，所以粉底我不会打很厚，选的 CCB 的这款粉底也是缎面感的，就妆效比较自然，就取一点，然后打一层就好了，不用打很多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和这边的区别，确实在光线下是有种淡淡的亮面感的。这次底妆不能跟平时化妆一样画的挺厚，一定要自然。这款粉底的遮瑕还是可以的，如果有黑眼圈或者有其他二次需要遮瑕的地方，可以再取一点点，敷第二次就好了。散粉用的也是 CCB 的这个定妆蜜粉，真非常大碗，我买了两年到现在都没用过。它的粉质比较偏透明，我们就跟粉底一样，一点点一点点的慢慢打开。好了，现在底妆完成了。眉毛的话，我们就画一个比较自然的眉毛，眉尾重一点，眉头刷开做一个简单过渡。我们现在把眉毛的方向给理顺，理好之后，我会用下睫毛膏，眉毛刷一点，是不是有一种野生眉的感觉？但主要是增加它的毛流感。眼影用的是花知晓的这一款，大面积的涂上，眼尾这边也可以涂一下。再蘸一点深一点颜色，就在眼尾这边也加一点，还有眼头的部分，卧蚕这两个结合一点，取一点深色，因为这个颜色很重，所以在手背上先刷掉一些，再往眼皮上画。笔头上多余的粉就可以拿来画卧蚕了，保持微笑。还有点重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用眉针擦掉一些。哎，我的睫毛真的是太短了，每次夹睫毛都要非常虔诚地向上天祈求，希望奇迹发生，它可以站起来。但好像极限就是这样了。现在让我们来刷睫毛打底。这个睫毛打底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隐隐约用三斤肥肉来换取睫毛的翘起。现在刷睫毛，没错，这个效果只是刷了睫毛打底的效果。好了，睫毛刷完了，眼线。因为我睫毛的毛量特别感人，所以说我决定还是贴一下睫毛，但是我贴的是一款下睫毛。其实有很多下睫毛都很适合来用作上睫毛，贴起来效果不会很夸张，而且长度非常科学。哇哦，真不错。哦，我的上帝老天爷，看看我这粉红的下睫毛。这下睫毛看起来太粗了，但是我不觉得画脸就上去吧。对自己的睫毛绝不妥协。好，蛋比例也都画完了，那把另一边也画完，香。色影和鼻影都不用打太重了，稍微有些就好了，自然。现在上一个比较哑光的高光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涂腮红。选的是三星的这一款膏状的腮红，直接用海绵，当然上上去就好了，然后打在苹果肌的位置，就笑起来，然后可以打一下吧，苹果肌那边。好，我们先来上腮妆，这个比较有水光的口红，然后我用的是这一款，这款是朱琳推荐给我的。涂上去是一个玻璃唇的效果。为什么选这支口红呢？因为在校园时期，大家最多最多就是涂个唇膏了，要的就是这种最简单的水润肤感。好，那我现在去换一个造型。
光分享就到此为止了。大家喜欢这一期妆面分享吗？如果你们觉得下一句是要跟你们要一键三连的话，那你们就错了。其实是最近学习了尤克里里，虽然只学了四节课，但是我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回到家都会练习一个小时左右，所以还是想在视频的结尾给大家展示一下小谢这段时间的学习成果。阴天阴天跌进你的心，你开心我关心，thank you.